大肠包脑圈心肠。中午来市场买点八爪鱼，做个葱拌八爪鱼吃。回家以后给它洗一洗，处理干净。这家伙可真不小啊！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。这边烧点水，往锅里撒点盐。水开了以后，把八爪鱼搞里边，给它煮不到一分钟以后，马上给它过凉水。然后这边给它调一下味儿，先给它来点蒜末、姜末。葱拌八爪鱼，这个葱就得多放点，挤点辣根搞里边，多来点糖、海鲜酱油，再来一大勺蚝油，最后来点醋就行了。然后用我单身20年的手速疯狂的搅拌。八爪鱼是又脆又鲜，我觉得温拌的是最好吃的。